皮王燕也还没有完全绝望，但是王晨能不能够拿到他在中华台北羽球公开赛的第二次冠军呢？他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拿过一次冠军，是好球，一个突击成功啊！王晨这个时候反而保守啊，他的那个球啊过于谨慎，然后导致啊皮永彦在一个逆转的情绪之下哈、啊，好几球都达到他的效果了，嗯哼，等于是杀出一条血路来了。对，还有吗？掉在界外区，界外区这场比赛进入到 deuce 了。所以王晨刚刚防守的时候有犹豫了一下哈，他可能想界外计划，但结果没有界外，然后让自己出手就慢了。嗯哼。界外。哇，结果又是界外的情况之下，那对于王晨来说就比较不利喽。对，王晨有点又开始急躁了、哦。嗯、教练头低低的。取得优势的变成的是皮永彦，皮永彦有没有机会来突破过去在中华台北羽球公开赛亚军的成绩呢？一个防守挂网。21-0。2003年皮永彦在这里拿过亚军，而至于王晨则是2002年的冠军啊，不过基本上都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是，两位选手就看看谁能够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呢，来争取到最高的荣誉。决胜局 deuce 21-21的平手，这一拍打得蛮长的，但是最后王晨又是一个杀球挂网。其实王晨在这一个半场啊、哦，这一边的一个半场里面杀球挂网非常的多，包括在第二局的时候。后半段也是都是这样的失分哈、哦，可见他对这边后场的一个控制啊、哦，并不是那么的顺畅。嗯哼。再度是让皮永彦拿到了优势。是。过了、啊。过。两位中国女将似乎都有点紧张了。就都想一拍啊打死对方，嗯、结果就球就容易挂网，容易出界。就看谁能够有比较稳定的发挥咯。是，王晨机会来了，好球，对，又来一个正手拍的一个攻击啊、哦，那又是皮永彦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嗯哼，2006年，王晨在杜哈亚运拿到了金牌。那上个月在吉隆坡世锦赛也拿下了亚军。有没有机会在中华台北羽球公开赛里面再拿到一个最高荣誉呢？哇，又被皮永彦给打回来。对，其实刚刚王晨做犹豫了一下，他本来想攻，啊，又想切，结果来一个长流，结果长这个长球不够远。今年的比赛来到最后一天，女子单打的冠军战上演的是非常经典的对战戏码，而且这场比赛呢，1-1平手的情况之下，第三局又打到了 deuce， 现在是23-23的平手了。是。好球！再度是攻击皮永彦的弱边。对。做一个上网对角线的一个变化哈、哦，皮永彦启动不了。24。皮永彦也是累了。嗯哼。但是他还是很坚持的去打每一个球、哦。机会现在再度出现在王晨这边，能不能够一鼓作气就拿下这场比赛呢？哇，好球！比赛还有的打。对。24-0。其实羽球规则在改成落地得分之后，那种紧张刺激性哦，真的提高了很多。嗯哼。节奏上也比以前快很多。那以前双方各发生一次发球失误都没有分数的进账，不过改成落地得分制之后，啊，双方各发生一次发球失误的话呢，啊，彼此都得到一分。好球，算了算了。
狄宏毅的防守失误太高了一点。25-24。其实他在二十分之后的一个两边的防守其实都不太好，质量都不太好，所以他必须在防守方面再调试一下。哇！哇！这个球过网，最后是王晨在 deuce 当中的惊险的26-24打败了狄宏毅。当然也要恭喜王晨，继2002年之后呢，是再度拿下中华台北羽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至于狄宏毅的部分呢，两次打进到冠军决赛，最后都是以亚军坐收，是有十分的可惜了。不过也相信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欣赏到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么先要请观众朋友先休息一下，稍待一会儿再回到新庄体育馆来欣赏今年台北羽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战。现场的观众朋友，请再次给我们两位选手热烈的掌声。那么在下一场的男子单打冠军赛部分呢，要出赛的选手啊，是一场印尼的内战呢，将是由名将陶菲克要出战的是小老弟索尼。两位选手的对决呢，将在待会儿为您来做现场直播的服务。至于在刚刚进行完的这场女子单打的冠军战呢，王晨跟狄宏毅最后是经过了第三局的决胜局，然后一路打到 deuce 的情况之下呢，才分出了高下。那么也要请球评萧伯仁老师来针对这场比赛两位选手的表现做一个简单的讲评。其实狄宏毅很可惜哈，他最后的一个坚持哈，其实体力下滑，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然后导致他一个跑动的能力哈，跑动的打法的一个特色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然后来威胁王晨哈。那王晨在最后呢，也终于把他的攻击的一个效果哈，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效率。那王那个造成狄宏毅在两边的防守不但是正手拍而已啊，连防守拍的出手的一个质量啊都出了一个问题啊，所以才造成后面的一个加分的时候的一个落败的一个原因。嗯哼，那事实上两位选手在进到第三局，那其实都有点体力下滑了，最后就是比了一个是耐力啊。对，其实他们从日本公开赛到现在来讲啊，其实都已经是身心俱乏了啊，对他们来讲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考验。那这也是运动员啊最高的一个精神。好的，那么场上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女子单打的颁奖典礼，那我们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一同来分享王晨获得冠军的喜悦。
Four one. Four. Service over. Service over.